电流与被镜头捕捉能力。 祝福你梦想成真，谢谢，时间过了慢。你是大众的，谢谢老师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哎，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啊，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路上，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曾经对我们特别特别的重要？我们一起期待好吗？好的，谢谢刘宇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接下来，丁力三妮，掌声欢迎刘宇。 身体快快的好起来，柯然在为你祝福，把很多优秀原创音乐人的作品继续推荐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。